圣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利用这个时间，统一回答一下狮子吼净土专修网的佛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说上午有关录像的问题。上午我们跟大家交流是关于从严治党十八讲句，当录到说到交易录的那一段，我情绪激动，痛哭流涕，这个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事先我真不知道，时过52年前我读过的一篇报道，52年后的今天还能让我如此激动。所以说哭得很厉害，可能有些失态，中间有一些个哭得特别厉害的镜头，小鱼都做了技术处理。如果大家看到这点，可能有些年轻的同志会不理解，说至于这样吗？52年前的一篇报道，52年后的今天还让你如此激动，真是这样的。当时我也想控制住自己，但是就是控制不住，可能真的是一种真情流露，请同学们见谅。下面我就按照大家提问的问题的顺序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现在退休在家，我能不能早上功课诵无量寿经，下午拜净宗静修结要？可以，建议你再加上念佛，行住坐卧都不影响念佛，可以出声念，可以金刚持，甚至上厕所或者是躺在床上都可以念佛，只不过是不要出声就好。第二个问题，看闲工光碟2年多了，仍然没有升起恭敬心，看或听时还是不能专注，我在考虑是否自己不适合这种修学方法，想放弃又觉得可惜了。佛号一天念不到10000声，现在早上拜静修结要，读一遍无量寿经，有空再听经，这样是不是功课多了呢？恳请尊敬的刘老师慈悲开示。不是功课多不多的问题，是恭敬心的问题。一分诚敬，一分收获；十分诚敬，十分收获。为什么生不起恭敬心？我建议你找找原因，想一想海贤老和尚为什么一句佛号念了92年，一个大字不识，一部经没听过，一部经没诵过，一个法会没参加过，就是一句佛号念了92年。你听看闲工老和尚的光碟，你听懂了没有？如果没听懂，别说听了2年，看了2年，就是20年，也照旧什么作用都没有。这个诚敬心是第一重要的。没有恭敬心，走形式的听看是没有用处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你仔细想一想，你的恭敬心升不起来，问题出在哪？只有把这个根儿找到了，你才能升起恭敬心。我不知道你念佛时有没有恭敬心，你拜静修结要时
有没有恭敬心？你读《无量寿经》时有没有恭敬心？建议你查找一下原因。第三个问题，有同修说，听净空老法师最近讲的《无量寿经》是叫人成佛的，不适合我们普通人听，请老师开示。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普通人和不普通人的界限是什么？有谁来界定？说这话的人造大口业了，他是断人成佛的法身慧命，希望说这话的同修赶快忏悔。佛是觉悟的人，你是愿意做一个觉悟的人，还是愿意做个迷惑颠倒的人？最近两年老法师讲的确确实实是一乘大法，一乘大法是叫人做佛的，你不想做佛吗？如果你想做佛，应该继续听下去，不要听人家说。第四个问题，老法师曾经讲过，没有生命力的鸡蛋是可以吃的，比如圈养的鸡蛋，但是还是有人有不同看法，究竟听谁的？我的回答是，自己选择，馋就吃，不馋就不吃，就这么简单。有的人他舍弃不掉，你硬让他不吃，他心里不舒服，所以我说，能舍掉你就不吃，实在舍不掉你就先吃着，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自然就不吃了，这就是我的答案，很简单，馋就吃，不馋就不吃。第五，惭愧弟子以前从事蛋糕店行业，用过很多鸡蛋，请开示，这行还能继续干吗？可以继续干，尽量买圈养的没有生命力的鸡蛋。我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你要过日子，你要养家糊口，总要有经济来源的，你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太难为大家了。所以我说你这个蛋糕店可以继续干，如果你这个涉及到直接杀生的事儿，我会劝你不干的，供你参考。第六个问题，在家女居士上节育环是杀生吗？我理解不是杀生，因为不采取措施就可能怀孕，怀孕了往往就是堕胎，这是杀生，这个堕胎不可取，上节育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可以理解。如果上了节育环还怀孕，我建议你保住孩子，这是孩子和父母的缘，不可以杀掉。如果你杀掉了，就是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罪业很大。第七个问题，墨学现在想请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小挂件，平日挂在脖子上，这样做是否如法？要注意什么？建议你不挂为好，一不礼敬，二不方便。第八个问题，最近墨学怀孕了，是该加送地藏经回向，还是继续受持无量寿经回向给胎儿？继续受持无量寿经。如果你有能力有时间，可以在怀孕期间加送地藏经，
但是不要把这当成任务和负担，随缘就好，随缘自在，不随缘生烦恼。第九个问题，惭愧学上要二胎，两次都没保住，母亲听信其他众生的话，说是只要我与丈夫继续学佛，这辈子不可能有孩子，不让放佛号，不让播经，我劝不了母亲，不想让他老人家生气，就骗他说照他说的做了，现在他知道我骗他就很生气，恭请刘老师慈悲开示，学生应该怎样处理此事。有人对你母亲说，你两次怀孕没保住胎，是因为你和丈夫学佛造成的，这个说法不可信，这个人是在造口业，要负因果责任的。尽量说服母亲，实在劝说不了，不要惹老人生气。你可以取消一切形式上的学佛，但佛是一定要学的，心里念佛总该行吧，既不耽误学佛，又不惹老人生气，一举两得，岂不妙哉？第十个问题，在自己老家为祖先和鬼神播经，请问老师，是请一台讲地藏经和无量寿经的播经机，还是请一台念佛机？你说的是为祖先和鬼神播经，当然得请播经机了，播一段时间众生明理了，就可以换成念佛机念佛了。如果你问刘老师，那播多长时间为好，我建议你先播一年，看情况再定。第十一个问题，戴姐姐问个问题，她是中医按摩，在按摩的过程中，她能感受到患者的病是因为杀了或吃了什么样的众生感召来的，碰到这样的病，如果不说的话，患者会加重，我姐姐身体也会很难受。如果说了，告诉患者回去念佛或念经，病好的效果就会很明显。可是我姐姐心里有个负担，就是怕这样会造口业，回不了家，下地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姐姐说，她再遇到这样的就不给治了。感恩老师回答。在这里我跟你说这么几点吧。一，你要劝说患者，劝这么四个方面。一，劝患者戒杀。二，劝患者不吃众生肉。三，劝患者发心吃素，这是最好的。第四，向众生忏悔，这是向患者劝导。然后你再向他的身上的众生劝导，劝说众生化解怨恨，一同走学佛之路，走成佛之路。后面你说姐姐的负担是怕造口业，我不知道是指什么而言。你劝患者念佛念经，怎么能是造口业呢？所以这个我没有弄太明白，你姐姐这个负担究竟是指什么说的。他说，你说姐姐说再遇到这样的就不给治了，我是这样想的，缘来了不聚缘，缘没来不攀缘，这是正确的。第十二个问题，我的婆婆已经88岁了，懒散念佛，我回去她就念，我走她就不念，请问刘老师，
该如何帮助婆婆往生？个人有个人的因缘，你能够劝婆婆念佛很好，说明你是个孝顺的孩子，希望婆婆将来有个好的归宿。但是婆婆念与不念是她自己的因缘，你尽心尽力做就行了。第十三个问题，莫学的丈夫得了病毒性脑炎后，虽说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智力下降，并有癫痫症。我想请问刘老师，他的病是什么因果？他的病能好吗？我和他是什么因缘？我该怎么做？佛门是讲三世因果的，在这里我很抱歉，我是凡夫，不会看因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果，前面必定有因。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面对现实。你问你和你的丈夫是什么因缘，我告诉你，你和他是夫妻缘。你问我该怎么做，我告诉你，好好照顾，相扶相携，不离不弃。第十四个问题，我对现在的婚姻缺乏安全感，丈夫说得很好，但是他跟异性们的举动让我怀疑他的话，我很难过。他总是跟身边认识的人讲我的不好，请老师开示，我应该怎么对待他？现在的婚姻缺乏安全感是个普遍现象，有安全感的是少数，没有安全感的是多数。你把他说的话都当真的听，你不就没有烦恼了吗？收住六根，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好好念佛就好。你说他经常说你的不好，我说他在造口业，给你消业，你要感恩他。你怎么办？他说你的不好，你偏说他的好，对任何人都说他的好，问题就该这样解决。第十五个问题，弟子现居黑龙江伊春地区，有居士说在念佛堂念佛很不舒服，心不安，问一位通灵居士，该人说佛堂的无形众生太多了，想离开本地修行，却因为没有皈依证走不了，让我们给众生发皈依证，想请问一下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境随心转，你心不正，没有正知正见正念，你到哪里念佛你的心都不会安，你都念不下去。至于那个通灵人士说的话，因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不能瞎说。但是我想，你是念佛人，为什么不信佛而信通灵人士？谁跟谁通灵？是真通灵还是假通灵？另外，关于说众生太多，无形众生太多，想离开本地修行，却因为没有皈依证走不了，我不知道你们听佛经听明白没有，那个无形众生他不占据空间，他怎么呢？是多的住不下了他们要走，我弄不清楚，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第十六个问题，墨学是在天津，想介绍一下我们这里一个道场，因为有一些问题实在不明白。第一个问题，
道场堂主能帮助道场同修过世的家亲眷属接到道场修行一段时间后往生极乐世界。我父亲过世，堂主事后告知已往生极乐世界，但直到现在一直也未有托梦。跪求刘老师，我父亲有没有往生？真话不能说，泄露天机；假话不能说，打大妄语。堂主之话未必可信，各负因果吧。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去极乐世界做佛，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何必问这个问那个？好好念佛给父亲回向，这是真帮父亲，其他的都是假的。第二个小问题，墨学对堂主一些说法做法产生疑问，如堂主讲你们在家修不出来等等，墨学障深慧浅，实在搞不清这是否是正法道场。墨学本不愿跑道场，但墨学母亲年龄大了，道场有老人院，是否以后让母亲去老人院念佛往生？跪求刘老师慈悲指点。用佛的四依法鉴别是否是正法道场，依法不依人。建议不要把母亲送老人院念佛往生，因为老人院究竟念不念佛，怎么念佛，要考虑老人的感受。因为一般来说老人是不愿离开自己的家的，因为他对这里熟悉。为什么我总是建议如果家里有老人要往生，不要把他送到医院，在家里，因为那个环境他熟悉，他就不生恐惧，就有助于他往生，是不是这样？供你参考。第十七个问题，墨学做妇产科医生，学佛七年，我的同事同修受了菩萨戒，看我跟在家居士修学觉得不妥，引导我和他的师父见面。现在疑惑的是，他的师父给我留功课，心经七遍，地藏经一遍，拜八十八大忏悔文。过去我与另外七名居士参加三十系念法会共修，我一直读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念佛听老法师讲经，敬请刘老师给墨学指点，是否继续跟在家居士共修，定课是否继续按原来的修法进行。我建议你先定修学法门，然后再根据法门定你究竟持诵哪部经典。选老师很重要，要选名师，不是名人的那个名，是明白的那个名。跟出家师父修还是跟在家居士修，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没有绝对的说一定要跟出家师父说修，或者一定要跟在家居士修。因为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代表出家佛，维摩诘居士是代表在家佛，只要你的老师是名师，出家在家都一样。第十八个问题，想知道刘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了，真是想得不能再想了，感恩您对我这么关心。我告诉你，别想我，想阿弥陀佛，想我耽误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只有想阿弥陀佛你才能去极乐世界做佛。
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一定要做佛的好学生、好弟子，今生一定要了生死、出轮回，好好念佛，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们这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错过了太可惜了，所以我劝你好好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至于你问我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现在面对镜头你们就看到了，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精神头还是满足的。但是我实事求是的告诉你们，因为我近两年来一直是每天24小时全天候地照顾我老伴子，确实有些疲劳，有些辛苦。如果我说不辛苦不疲劳，那是假话，该怎么说就是怎么说。哎，但是我能坚持。我这一次因为了满同修们的愿，大家说这么长时间见不着老师的影，听不着老师的声，哎，就是大家很想我，说实在我也很想大家，所以我这次用这个方式带着我的老伴子到吉林小鱼这里，请他给我录几张光碟，哎，让同学们既能看到我的影又能听到我的声，这不就是把大家的愿满了吗？这几天几个同修替我照顾老伴子，我就在摄影棚里录像录音，就是这样的。第19个问题，能否提醒刘老师每个星期讲一节课，一个月一次也行，像黄柏林警官那样讲啥课都好。我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条件不具备，我不能打妄语骗大家，但我会努力寻找机会多和同学们交流的，感恩同学们对我的信任。第20个问题，祈请尊敬的刘老师常住世间，法体安康，广传正法。我住世多长时间由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接我走我就什么时候回家，该走快快乐乐回家，留下认认真真为众生服务。因为我自己有个感觉，2000年那一年我是应该走的，也就是应该往生了，但是没走。从2000年到现在17年过去了，我说我这17年的寿命不是我自己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给我增加的。既然阿弥陀佛给我增寿，我现在就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我自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定要成就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其他的事情和我一点关系没有。第21个问题，有一位佛友委托问一个问题，一次他面对着电视读经，儿子从另一个房间过来，看到这一幕很生气，一气之下把经书给撕了，并说你这么不认真不用读经了。这位佛友问他儿子能不能下地狱，他该怎么办？我一贯跟大家说，我们学佛人一定要给众生做个好榜样。如果是有形众生、无形众生不服你，他一定会捣乱的，他给你出难题。尤其是无形众生，你又看不见摸不着，
这个问题，读经的佛友，你本人有毛病。你说你读经为什么非得开着电视机对着电视读经呢？人家说你不认真，对不对？人家说的对，但是他错就错在不该把经书给你撕了，撕经书造大罪业，必须得发怒忏悔，否则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如果说你儿子将来送地狱和你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犯这个错，他不撕你经书，他怎么能下地狱？但是我不想让你儿子下地狱，我们全力去救他。你看看你在读经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儿子把你的经书撕了，是不是儿子的事儿呢？只是经过他的手，他是表演者，我认为这是护法神发怒了，无形众生发怒了，他看你这个学佛根本不是认真学佛，而是装样子走形式，人家对你不服气，是不是这样？你自己考虑，你从现在开始认真读经，认真念佛，给你儿子回向，劝导众生一定要化冤结，不要再继续这样搞了，跟你儿子一定要搞好关系，以后不要再提这个话题，因为这个东西你想一遍就等于造一遍罪业，想一遍就等于又造一遍罪业。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做错了，从现在改了，认真去老老实实的读经，不再犯同样的错，这就好了。第22个问题，我的妹妹2年前突然有病了，心情烦躁不安，身体软弱无力，去多家医院看过，一直未能治愈。我劝说妹妹，这是业力现前，要老实念佛，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妹妹以前多年来一直细心照料我们的父母，我从心里十分感激她。母亲前几年去世了，父亲也已经84岁了。最近，妹妹时常因为父亲看电视声音大，无法接受，冲父亲大吼大叫。我看了心里十分难过，父亲让我把他送养老院去，我没同意，让父亲和我一起居住，可是父亲不同意，我只好哄父亲，说和他一起去他曾在威海居住过的那个房子住，我许愿，从此和父亲一起生活，直到为他养老送终。可我心里仍然惦念着生病的妹妹和我的家人，面对这种情况，请教老师，我该怎么办？你前面说的对，你妹妹的病和她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业力现前，这个是没说的，不念佛解决不了她的问题，谁也代替不了她。如果说现在父亲必须得离开这个家到威海去住，我觉得不合适，老人这么大岁数了，最后弄个有家不能回。我这两天跟大家交流的时候说过几次这样的事儿，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作为女儿的你有病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样对你的父亲只能使你的病情加重，你这是大不孝。做姐姐的要劝导妹妹，如果给妹妹在外面再租一个条件好一些的房子，让她到那个地方去居住，然后父亲还住在她这个老房子里，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如果就是妹妹到哪儿我也不去，我就必须住在这儿，然后把老父亲撵走，这太不可取了，
应该劝说妹妹。如果真的劝说不好，他坚持一定让父亲走，最后他的结局会很悲惨的。第23个问题，有一个小佛堂，依指上定下空老法师为导师，以刘老师为指导老师，专学一部无量寿经，专念一句佛号，倡导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禁闲杂语。可是共修的佛友们仍然存在闲心杂话的现象，名义上是在分享，实质上说着说着就涉及到一些人我是非。请问刘老师，这种状况该咋办？坚决制止，不要打着什么分享这个旗帜来说自己的闲言杂语，这是错误的。因为大多数同修们还是认真修学、认真念佛的，个别少数人这样搞影响大局。如果他们不听劝导，可以劝说他们离开这个道场。第24个问题，《弟子规》上说，过不归，道两亏，还有一句话是只管自家不管人家。请问刘老师，面对一些共修的佛友严重障碍今生成就的烦恼习气及过时，是规劝呢还是不管？我告诉你，可以规劝，但不过三，劝一次劝两次，不听劝告不要再劝第三次，劝第三次会结怨的。第25个问题，学生几年来修学净土法门，一直是早课读诵心经和大悲咒各七遍，晚课也是。请问刘老师，学生是否应该改诵无量寿经？我不知道你选学的是哪个法门，如果你选学了净土念佛法门，我建议你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如果你选择的不是净土念佛法门，你继续持诵心经和大悲咒没有毛病。就是你选择了净土念佛法门，因为你心经和大悲咒持诵多年了，你舍不得放下，你也可以继续持诵，但是持诵完了以后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第26，闲宫和尚说，不聋不瞎不配当家，个别违背道场规矩的现象，道场负责人是不闻不问，还是应该尽职尽责的去管理？你是负责人，可以尽职尽责去管理，但要考虑管理的对象和管理的场合、管理的方式方法。前面那个问题我回答就是可以劝导，但不能过三，在你这个问题上也可以参考。另外，闲宫老和尚说的不聋不瞎不配当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把老和尚的意思弄明白了。那如果你要弄不清楚，那就说这个当家人就得又聋又瞎，这只不过是一个比方罢了，你把它弄清楚。第27个问题，听经有时候未必能听懂听透，改过自己的习气和过失很多时候又不能觉察，这种情况
怎样才能把佛法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听经有时候未必能听懂听透，我说可能听不懂听不透的时间太多了。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听经还没有入门，你还不会听经。你说自己的习气和过失很多，过失很多时候又不能觉察，因为你不认为你有什么过失，你认识不到。如果你认识不到，你就不改，还有情可原。我接触过的是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了，就是改不了，你这可是个大问题。所以说不认识，咱们要经过听经读经逐渐认识自己的过失。你说哪个人没有习气？你能敢站住说我没有习气，我这都是正确的？你不敢打这个保票。所以如果说你不认识，要通过读经诵经听经，哎，来解决这个问题，逐渐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然后再改。如果你认识自己的过失，认识自己的习性影响你往生极乐世界，你还说你改不了，那你就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只要你把日常生活就当成你修行的舞台。前两天我跟大家交流不说吗，有人问我，刘老师你看我怎么修行，我说你把每天的日子过好。这同学不理解，说老师我问你我怎么修行，你干嘛告诉我要过好每天日子。我说这是我20多年学佛的总结，学佛修行离不开生活，生活也离不开佛法，也离不开世间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实际生活当中有很多小事儿，比如说咱们住那个楼房，出大门那个一般都是电子门，电子门开关它会发生很大的声音，震动很大。当你开了这个门，你出了门之后，你后面没有人，你能不能用手扶着一点这个门，然后它就轻轻地合上了，它就不会梆的一声合上。因为我有一个住处是一楼，电子门就每天就这个响动，对一楼的住户是有很大影响的，听得非常清楚。尤其是早晨或者半夜，如果这么来回咣当，哎，很吓人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当你开门往外走的时候，有邻居在你后面跟着，可能差那么个3-5步、7-8步的，你能不能扶着这个门，让他出去以后，你再轻轻把这门关上？否则的话，你把门关上了，他就那么几步来了，开个门又是咣的一声。就这个小事儿，咱们能不能想得到？你说这是大事吗？是做不来吗？费多大劲吗？不是。可能你说刘老师你说的太小了吧，就这点小事也叫修行啊？我告诉你，对，这就叫修行。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和我老伴儿早晨4点多钟出去绕圈儿散步，当时呢有一些人也出去锻炼身体了，因为夏天早晨亮天比较早。我们绕圈那个地方两边都是住宅楼，4点多钟人家还没起床呢，我们这些人锻炼身体的绕圈的已经到场了。有些人就大声小气的说话，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可能耳朵背，他怕对方听不清，俩人都喊着说。那个时候因为早晨很静很空旷，所以影响人家两边住家户人的休息。我想你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注意点儿？
你锻炼身体，你就尿不圈的锻炼。有一天，我老伴子兴趣来潮，嚎嚎大嗓门亮下来，亮起来开始唱歌，那两边楼谁都能听得见。这时候，左侧那个楼的一个人就出来了，大声的吼叫：“谁让你唱歌？你有病啊！”完了，我老伴儿还没听着，他像不知道，接着唱。我捅咕捅咕说：“我说老伴儿，人家都吼你了，你怎么还唱呢？”我老伴儿说：“我唱歌管他啥事儿？”我说：“那不行啊，现在你看看几点钟，才4点钟啊，人家还没起床呢，你这开唱了。”啊，我老伴儿说：“那我以后注意。”还有一个佛友，他是每天在那绕佛，带着一个小念佛机。他觉得他把那个念佛机的声音已经开得很小了，他一边走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念佛机也在念着，楼上的人听到了起了烦恼，出来吆喝他说：“你傻呀，你天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完，那么让人家睡觉。”咱们这个佛友做得非常好，立刻给人家赔礼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不是把念佛机再往小声关，干脆关掉了。第二天他告诉我：“刘老师，我不能在这打扰人家，他另换地方，找没有人的地方去绕佛去了。”你这不就解决了吗？你说就这样的事儿，要么你就吵起来，是不是？你睡你的觉，我念我的佛，那不就得打仗吗？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考虑对方的感受，这就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第28个问题，老法师在讲经中曾经说过，如果你对阿弥陀佛有信心，有病还要去看医生吗？佛友们有这种情况，无论是重病还是小病，都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吃药打针，这么做是否符合老法师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我说你没明白老法师说这话的实质内容，你把它理解偏了。我自己理解成是这样的，就是你修到什么层次了。比如说，如果你一心念佛求往生，没有其他的想法了，世间的一切事儿我通通放下了，那真叫万缘放下了。你有病不用去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就一心念佛求往生，这就对了。这一点我能做到，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你还有家亲眷属呢，你家亲眷属这一关能不能过？你要过不了这一关，会让你的家亲眷属造口业的，他们可能会想，这念佛人怎么这样呢？这不是固执吗？这不是愚痴吗？你让人家造口业。如果你的缘成熟了，你这样处理，包括你的亲属有病不去送医院，不打针不吃药，没有毛病，就是这个关你过没过去。如果缘不成熟你愣这么办，那是不行的。就像我们送往生，我和小雕我们一起去的时候，小雕的方法就是不管看哪位有病的佛友，进屋就说念佛求往生。后来我就跟小雕说，我说这样不行，你得根据情况，人家就是一个发烧感冒小病小灾的，你就告诉人念佛求往生，人家自己想不想求往生，人家的家亲眷属能不能听得进去你这话。我说你要再说呀，说不定哪天让人给撵出去，你别上我家来，你到谁家说，换句话说，你上谁家谁死，因为啥你就劝人家往生了。我说这个得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比如说有的同学有病了，我去看他，他真的就是治病治不了他的命，他就是要往生了。你心里有这个数的时候，你一定不犹豫不怀疑，干干脆脆的劝他，你要一心念佛求往生。我说的非常具体，就是求往生和求生中间就差一个字儿。你看看机缘成熟了，你坚决要劝他求往生不求生，这个没毛病。你机缘不成熟，你没看明白，你千篇一律的通通劝人念佛求往生，人家不骂你就不错了，是不是？人家家亲眷属不理解呀，你干嘛呀？你来看病号，你进屋就告诉我们求往生，你求往生不就是让我们死了吗？所以一定要分清情况。对老法师这句话，你要正确认识，正确理解，别把它弄偏了。你理解错了，你这么说，最后弄出矛盾来了，你还说这是老法师说的。所以我说老法师受的冤屈太多了，好事儿都是我们自己的，而不好了都往老法师那推，这是不公平的。这是第28个问题。第29个问题，也有一些佛友对病重病危以及附体的家亲眷属在狮子吼网提出要见刘老师，或者请刘老师帮助，在这里也一起回答一下这种情况。第一，请佛友们不要把我当成治病的先生，我不会治病，我既不懂西医，我也不懂中医。第二，不要把我想成是万能的，就知道刘老师啥都行，啥都会，啥都能，啥问题找到呢，刘老师挥挥手都解决了，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如果刘老师挥挥手或者说句话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我也乐意，那不简单了吗？我能帮助大家排忧解难，我也愿意办呢，但是我实在是没那么大的能力。因为什么？内因和外因，向内找还是向外找？我为什么多次说，就是要帮助同学们解决这个问题。对我千万别迷信，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我就是比较认真的学佛，这是我的长处。你们别把我想的无事不能办，啥事儿我一跟我说我就办了。所以是病重病危，我能做的是什么？我念佛给你回向。我这人心比较善，比较诚，有同学要求我为他们的亲属念佛，我说给念49天，我一定给念49天回向，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大的努力了。希望同学们理解啊，不，千万不要迷信我，我能帮的我一定尽100%的努力去帮，但是超过我能力范围的，我不能打妄语，说这个我也能办，那个我也能办，那不行。我这一辈子就是不欺骗人，不打妄语。这是第29个问题。第30个问题，妈妈是一个朴实、善良、热心、任劳任怨的77岁的老人。她每天忙忙碌碌，听老法师讲经念佛近30年了。妈妈对我说：“孝顺，孝顺，你顺我才是真正的孝。”可我们俩在一起往往因为一些问题闹得彼此都不愉快，其中主要原因
就是妈妈常说一些神乎其神的事情。她说有人告诉她的，也许就是大家所说的神通吧。而且这些问题大多数是她身边的佛友提出的，妈妈也因此比较高兴，感到自己也能为有缘众生办一些善事了。请问刘姨，第一个，妈妈转达后面众生告诉她的信息真实可靠吗？不完全可靠，她这属于典型的众生附体，她所说的话就是她后面的众生鼓捣的，人家让她说啥就说啥。前两天我曾经说过，众生有的有一些小神通，我只能说的有一些小神通，因为和佛菩萨的大智大慧那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些个小神通呢，我们现在有些人有了一点的小神通还很沾沾自喜，我不说吗？他觉得你看别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知道了。他说这个不能说百分之百是错的，不准确，有的就眼不前的他能说点出来，有的也准确，但是大多数时候他是不准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信息不是完全真实可靠的。第二个，妈妈帮助转达信息担不担因果？肯定担因果。因为这信息我没说吗？如果是真的，说了那是叫泄露天机；如果是假的，你打大妄语。泄露天机也好，打大妄语也好，都有因果，你自己都要承担。第三个，他做这些事情影不影响往生大事儿？一定影响，一定影响往生大事。往生都要往生的，问题是往哪往生？所以我准确的回答，他这样做一定障碍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他这一生这一世去西方极乐世界一点份儿没有了。我把话说的这么坚决这么具体，一定要引起重视了。第四个，我们学佛人有事情或问题，是否应该找那些灵通人士沟通？现在这灵通人士越来越多，奇奇怪怪的说法，奇奇怪怪的人物现在都出山了，真是很害人的。我们信佛人，你为什么不信佛、不找佛、不问佛，你非得去找这些灵通人士？我说你要找这些灵通人士，你还真不如找我，我能告诉你点实话，那谎话我不会跟你说的，这比较保险。找这，你说我刚才说我们信佛的人，那现在我说了你信佛吗？我说你不信佛你觉得冤枉。信佛真正信，绝不找灵通人士，遇到问题一定找阿弥陀佛，找观世音菩萨。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做的，灵得很，阿弥陀佛不骗你，观世音菩萨不骗你。每次我有事儿找阿弥陀佛找观世音菩萨，告诉我的百分之百准确，一次没骗过我。那你为什么不找佛，你偏要去找灵通人士？那既然是你信灵通人士，你非得去找，我也不能拉着你，是不是？你自己掂量掂量，琢磨琢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如果事情你这样处理，你一直是有事儿找灵通人士，我说你往生极乐世界也照样没份儿。
那就是业力牵引，你该上哪道上哪道。老法师说，一堕六道五千劫，那你什么时候再遇到念佛做佛的机缘，最起码得五千劫以后吧。五千劫以后你能再遇不遇到这个机会，那谁也不能给你打保票。所以你想想你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下一个问题是，你对养宠物如狗猫等等怎么看？严格的说，受菩萨戒不可以养狗养猫。那有人说，刘老师你都受菩萨戒了，你家怎么还养狗呢？我家这个刘如蜜是我受戒以前一对夫妻硬给我送到家的。既然是已经收养了他，我受菩萨戒以后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怎么办。我想可能他和我就是这个缘吧。我记得有一次我家去了一个出家的师父，大僧师父，他去了以后呢，我家这刘如蜜直接就上他怀里，尾巴尾巴就趴那儿了。这个我当时还觉得，你这个小刘如蜜，你师傅来了刚坐呢，你就跑人怀里去趴着去，我就想把他抱下来。那师傅说不用，他愿意趴着就趴着吧。然后师傅很慈悲的就摸索他，边摸索他边对我说，说刘居士，你知不知道的你家这个小狗是什么姻缘？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完了师傅说，说他的前生是一位出家师傅，是女众。他说他20岁那年他就死了，今生他就托生了这个你家这个小狗，说他今生啊必须得在你家，如果他要不在你家他活不长，早就死了。他说只有在你家他今生能了生死出轮回，这是那个出家师傅跟我说的。至于是不是这样，那现在也没人无从考究，那就看他走的时候是什么样了。反正我说我家前面那两只猫又那个虎虎和黑黑确实是往生了。至于刘蜜走的时候什么样，我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家里现在没有养狗养猫，我劝你别养。因为这个东西养了以后吧，很把身子。你说现在我这把出来，这刘由蜜我就安排到上我姑娘家去串门。我姑娘说，上次我去香港7天，刘由蜜7天没怎么吃没怎么喝，眼睛长刺么糊上火，说天天那眼睛转转，就是我姑娘说那就是不会说话，她就是在找你。所以我说你要是没养呢千万别养。如果你已经养了，这一养就有感情，这我理解，你想往外送好像都不好送了，怎么办？养了善待他，善始善终，一定要送他往生极乐世界，让他和你一起学佛成佛。下一个问题是，对外出售的食品袋上印上阿弥陀佛如法吗？吃过的食品袋怎么处理？不太如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咸菜啊，举个例子吧，那个咸菜你上面认个阿弥陀佛，你买了以后把咸菜吃完了，这个袋很多都是扔在垃圾里了，很多就随手就丢掉了，这样呢是不礼敬不恭敬，是吧？因为上面它带有阿弥陀佛的字样，不如法。说怎么处理，已经有了那怎么处理？我建议积攒起来，找一个干净的地方挖深坑把它埋起来，这样处理比较好。或者是找个地方把它点火烧一烧，然后把这个灰儿呢
包起来挖坑埋起来，这个都可以。最后一个问题，有些佛友要去哈尔滨见刘老师，他们说老师慈悲，大老远来的，老师不好意思拒绝，是这么回事吗？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你们说我不慈悲，我也认了，我必须跟你们说实话。现在这个风已经渐渐弱了，头两年这个风很盛，全国各地的呼呼的往哈尔滨去要见这个刘老师。那个时候呢，偶尔可能还能见上一面，很多时候是见不着的。这两年因为我照顾老伴子，我也出不去门，如果客人上我家里去呢，也没有功夫说话。你这面要是说，我老伴子有时候兴趣一来，他坐呢，他主讲，他不让我说，他说你别说，我说。所以佛友们吧，有时候就很失望，本来奔我去的，结果我老伴子不让我说话，他都说了。所以后来我就想，尽可能的我不请佛友们到我家来。前些日子有人从外地来，我真的没见。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傅啊，出家的师傅病重了，想让我去见见他。有佛友来，搁楼下转了好几圈，他说：“刘姨，我真不好意思打扰你，我知道你老伴子目前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特殊，你说老人家就想见见你怎么办？”他说：“我都不好意思敲门。”我说：“那我就去吧。”我这个就是因为离我家也比较近，我就去跟老人家见见面，老人家也挺开心。就是我前几天说的3号那天往生的，就是说的这个老菩萨。如果说全国各地的同修都到哈尔滨去见我，我实在是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时间。我希望同修们能理解我目前的处境，你们千万可别千里迢迢到哈尔滨去找我。说实在的，现在我住的地方没有几个人知道，我的手机号是对外保密的，所以你们找不着我。有同修来了以后在哈尔滨找了好几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营口有一个同修，今年59岁，男士。去年我在绕佛的时候，因为天没亮呢，我是3点钟我就出去绕佛去了，我就看着在那个楼台阶上有一个人站着，因为黑乎乎的，我就看着一个人影搁那站着。我想天那么冷，你站着干啥？要么你就走，你一走不就暖和了吗？我绕了2个小时，他搁那站了2小时。等我结束的时候，他喊了一句：“你是不是刘老师？”哎呀，原来他是等我。我到跟前一看，我说：“你干嘛在这站了这么多时间？”他说：“我专程来找你的。”我说：“你干嘛要找我？”他说：“我来给你送佛珠。”就这个同修他告诉我，他说：“刘老师，我今天是第3天找你，我已经来3天了。我第一天找一些人问，谁都不知道。第二天我又找人问，有几个老太太，他们说我们说不出确切地址，但是我们知道刘老师现在肯在哈尔滨，我给你指个大概方位，你到那儿去溜达溜达，看看你命运好不好。要命运好你就见着了，命运不好你就见不着。”这是第二天得到点消息，他就按照老太太们给他指点的方位，就到这儿，正好那边上有2个小旅店，他就住在其中一个旅店了。晚上他看有人出来了，他也就出来来找了，也可能就该找吧，他真把我找着了。他找着我那天是第3天嘛，
他说林老师，如果是我今天再找不着你，我就打道回府了。我说你拿这么多佛珠你怎么想的？他说我这个佛珠啊是我花钱请的，老师你放心，哎，这个钱是干净的。他告诉我他这佛珠是怎么请的呢？他说每个月我从工资里拿出1500块钱专门放在一个地方，一年这12个月我攒这些钱就是专门买佛珠的。我说你上哪去买？他福建那边，反正南方。他说，我说你买了以后怎么办？他说我通通结缘，通通结缘。我说你这个工资有多少啊？你一个月能拿出1500块钱来攒着买佛珠啊？他说，老师，我工资我挣的多。我说你挣多少钱呢？他说一个月我挣7000-8000。哎呦，我说你啥单位挣那么多钱呢？他说烟草公司。啊，我一听烟草公司，那肯定是赚钱。我说你在烟草公司，你外快比较多呀。他说刘姨，你说对了，我外快真多，但是外快我一分不拿，我就拿我这份工资。他说如果我办事我需要的话，我找领导给我批条，说他们那有白条烟，我不知道这什么概念啊，就是那盒是白的可能是。他说我都去找领导给我批，我需要几条你给我批几条。他说其他的我一概不拿，年终奖金每人一份的，他说那个我要。所以这样，我说你攒1500块钱一个月去请佛珠，我说你媳妇同意吗？知不知道？他说刘姨，这1500他知道，公开的。他说我后面那个，比如说我奖金那啥的，这个我不告诉他，我也攒在那里。他说我有名的，有案的。啊，我说你还学会搞小动作了，学佛人不该这样开玩笑跟他。就是这个同修，他到哈尔滨把我找着了。他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他后来他管我叫大姐，他说大姐，我不管你叫老师，我觉得那样叫有点远，你就是我姐，我就是你老弟，你就认我这么一个傻老弟好不好？我说行，那你想叫啥你就叫啥吧。他说我就叫你姐，告诉我明年7月份以后我还给你送佛珠。说话真算数，今年8月份来的，拿着那佛珠沉到啥程度他都拎不动，拿个小推车把那小推车轱辘都压瘪了，都整拧坏了。哎呀，往我家拿的时候我说我帮你拿，他说不行，你不要碰，你拿不动。那地他那汗呢，就整个那个背心全湿透了。告诉我姐呀，我给你留下一大半，你跟佛有结缘，我再给齐齐哈尔的大城寺再送去1/2，就剩下的1/2，我再给极乐寺送去1/2。哎，在我那当天一宿没住，当天就走了，下午4点钟匆匆忙忙坐火车上齐齐哈尔大城寺了，说回到哈尔滨再给极乐寺送，就是这么一个同修。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不要上哈尔滨去找我，真的找不着。像他这属于特殊情况，我说那几个老太太怎么你就问出来了呢？他说几个老太太特别说，你可别说是我们告诉你的消息。哎，这几个老太太告诉完了，他说虽然他们不知道准确地址，但是他们给我指的方向看来是对的。就有这么，他说姐呀，你不知道，我就开始给那几个老太太溜须，跟人家拉家常套近乎，给人家佛珠，你喜欢哪个你拿哪个。这几个老太太乐呵了，所以才告诉我这方位的。所以如果是你们到哈尔滨打听我的住处，打听我的手机号，你是打听不到的。你是大老远你跑了一趟，真不是我不慈悲，是确实是我没有这个时间，请大家多多谅解。这一段时间呢，上我家的同修不是太多，现在我住的那个小区
有几个同修给我认出来了，但是他们告诉我说，老师你放心，我们绝对保密，不带跟任何人说你在这儿住的。四单元有一个佛友，他是怎么认出我的？有一天我带刘如蜜出去溜达，溜完了刘如蜜往回来，这刘如蜜就往前跑，我就喊了一声刘如蜜，结果这个佛友呢正在拿钥匙开那个电子门，一个刘如蜜就把他眼光吸引过来了，扭头瞅我，我一瞅他，我心里就想糟了，一句刘如蜜喊糟了，但是我不能说呀，我就接着往前走，他就不开门了，就下来了，跟着我后面，你是刘老师吗？那到这时候我就不能撒谎了，我说是，他说你在哪儿住？我说咱们是邻居，因为他是四单元，我是五单元，那不是邻居吗？我不能不让我说五单元，没关系，他们不知道哪五单元，哪个楼都有五单元。就这样他把我发现了，完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泄密，他说刘老师你放心，我谁都不说，真的都谁不说。我那个石洞吧有个佛友，他后来搬到珠海去了，他回来以后吧，有一天让他丈夫把我暴露了，他丈夫不认识我是谁，我不是绕佛吗，我绕的时候经过他家那个楼的侧面，他家是一楼，他丈夫搁窗户就看见我了，看见我了，后来那个佛友跟我学的，他说我丈夫说了，外面有个老太太天天搁这走，腰板溜直，他说你去看看呗，这个佛友不知道是我，第二天就上那个道口去堵着去了，我搁那过的时候，哎，他一看真是你呀刘老师，这被他发现了吧，他呢和四单元这个认出我这佛友吧，他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一看见我以后吧，他就高兴，他就跑去告诉这个佛友去了，说你知不知道那刘老师就在咱们小区住，咱这佛友真保密，那佛友说我不知道，他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完了后来隔了一段时间，这个佛友说，哎呀，你不想去看看刘老师啊，咱们俩去看吧，这佛友说我不想看，这佛友就保密工作能做到这儿。这个佛友从珠海回来第二次也不提三次，才知道这个佛友早就知道我是他家邻居了。这是一个。后来又有同学告诉我说，刘老师你放心，就这几个人认出你了，但是我们都互相有个约定，说谁也不能把刘老师住在这个小区的消息泄露出去，谁泄露谁负责。他们说你知不知道2011年2010年，因为大家老去呼刘老师，最后把刘老师累趴下了，刘老师才上广州嘛，住了半年，说这一次谁泄密，谁把刘老师再挤兑出去，谁负责任，谁负因果责任。哎呀，我说你们这家说这话太狠实了，就是这样的。我说这一些话的意思就是，我出这次光碟不就满了大家的愿吗？你也看着我了，也听着我声了，这个呢大家就消消停停在家念阿弥陀佛吧。另外我告诉大家，你们去看我面对面和你说的绝对没有看我这个光碟的效果，因为我坐在这儿所说的是受佛力加持的，你到我家去我跟你说的是唠家常，和这个是两个概念。另外我给大家出个主意，我在学习班上啊不是投了20多篇稿吗，我现在呢头几天我自己把那个光碟拿出来我自己听听，哎，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我真是不谦虚的跟你们说这大实话。如果你们看这个稿的全文没有那些时间，我教你一个简便的办法，
你把这二十多个稿的文题用原稿纸拉出来，你每天有时间你就念几遍这个文题，会有好处的，你会受益的。你这个不比跑到我家去见我强的多吗？你要听听我在说什么，如果我说的东西你懂了，你就受益了。不是看我，你再看不就是这么一个干巴老太太吗？看一回就行了呗，看光碟不和看真人一样吗？是不是这样？哎，我今天说的把话都说到家了，希望你们听劝，不要再想我了，一定要想阿弥陀佛。将来我们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集合，哎，都到那儿去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哎，到那个时候，阿弥陀佛是我们老师，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都是我们的学友，是不是？是我们的学长。你说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呢，佛友们提出这些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有些问题认识的对还是不对，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同学们，阿弥陀佛。